Thank you.
词变句。94位，阿门。然后接
去，还有谁？还有谁要毕业呢？弟兄姊妹，期待大家，只要你适合的，只要你来得及被分别的，都要有份加列圣君。今天不止有这么多毕业，而且今天呢、啊，上一次已经有人来，那今天更喜乐。上一次他们来不及参加毕业聚会，今天他们终于也参与这个毕业聚会。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游学班，海外游子同心参训，有82位，请他们站起来一下，我们欢迎他们。宝贝，我们就要这样的来过日子。恭喜
但是聚会可以毕业，训练可以毕业，侍奉才要开始。侍奉到他，直到主回来。改变所有啊还没有份的，一定要在主面前祷告，要愿意接受主的成全。接下来是毕业学员蒙恩见证，共有两组。现在请第一组学员们见证，他们在训练中借着认识神圣生命的交通，被真理构成，做主贵重的器皿。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新北市召会的刘国传弟兄。提摩太后书2:15，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得蒙称许，做无愧的工人，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我从小儿童班长大，就很渴慕真理，也很羡慕能传讲真理，但我却在公务生涯花费了42年，不仅在真理上缺少完整的成全，而且在生命上也很属实，满了埃及的大蒜味。来到壮年班参训以后，我奉献自己，竭力操练，愿能加倍的赎回光阴。训练的核心课程包括神的经纶、三一神、基督丰满的指示、纳灵、基督的身体以及新耶路撒冷。这些课程使我在真理上得到完整的开启。新旧约圣经纲领使我对主的话更有胃口。壮年班的书卷讲也激励我，神也加力给我，使我抓住机会研读书报。每次当我读完一本书，写完一篇心得报告时，我里面满了享受，迫不及待地赶快进入下一本书。在这学期的中间，我虽然完成了书卷奖的要求，但我意犹未尽，继续追求更多的书报。训练的生活也使我倍胜也。原本我每天必看的报纸、电视新闻、政论节目，甚至体育节目都完全撇弃。即使放假在家，这些对我也毫无吸引。因为我立定心志，为要赎回光阴，所以训练使我分别为圣，合乎主用。因为我竭力追求，为要赢得基督，所以训练使我满了主的馨香之气。感谢主，也谢谢壮年班的训练，变化了我，装备了我。毕业以后，我愿意继续持守在壮年班的心智与操练，更求主更多的制作我，使我成为真理的传扬者，生命的见证者。荣耀归神，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主你喜乐。我是文昌荣弟兄，现在在草屯过召会生活。提摩太后书2:21，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来参训以前，我完全被世界所掳去，
大学二年级，我染上了非常严重的网瘾，沉迷网络游戏，连续五年深受毒害，生活昼夜颠倒，无心学习工作。最高纪录，我曾在网咖整整玩了七天七夜没有离开。我的母亲今天也来参加到我们毕业聚会。那时候的她整天以泪洗面，甚至带我去医院戒除网瘾也无济于事。2017年夏天，我的父母亲从壮年班毕业。在他们的半哄半骗之下，我也报名参加了训练。从此我人生奇妙的大改变就此拉开了序幕。我在这里借着神圣真理的书供，我那颗沉睡已久的灵终于被点活了。借着圣徒们爱的扶持，我从前沉迷网络的辖制完全脱落了。借着丰富话语的滋养，我堕落败坏的生活彻底的被翻转了。去年11月，我去泰国参加营地训练，在那里看见许多与我年纪相当的青年人，他们将自己宝贵的青春奉献给神，扎根异地，在各处建立金灯台，为主做见证。虽然劳苦，但是从他们脸上看到的却是甘心如饴的喜乐。在一次午间祷告中，主来光照我，他说：你爱我吗？愿意像他们一样奉献自己吗？你若爱我，就去泰国吧。于是我细数这一年主在我身上所做的，若不是他的怜悯，我一定还在世界里犯罪流浪。若不是他的慈爱，我又怎能回到基督的身体里？就在那一刻，我哭倒在主的面前，我向他说：主，我愿意，我奉献给你。感谢主，壮年班的训练翻转了我，使我看见了人生的意义。在此宣告，今年夏天9月，我即将去泰国参加2年的全时间训练。我愿意一生奉献给主，求主继续在我身上制作真道，使我成为他好用的器皿。如意啊。
回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叫醒一样。我信主十多年，属灵生命却如同沉睡的婴孩。虽然我照常聚会，也服侍配当，但却没有享受。平时我不会主动读圣经和书报，也没有定时祷告的习惯，所以每当有人说聚会好享受，读经好享受时，我一直不能体会那种感觉。一年前，主奇妙的带领使我来到壮年班。刚开始我很紧张，不适应，就连祷告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脑袋一片空白。后来教师教导我们，祷告要从呼求主名开始。我就试着先呼求主名，再向主说话。感谢主，这样的操练帮助我打开属灵生活的一扇大门。与主的连接使我像沉睡的婴孩渐渐地苏醒过来。训练课程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神经纶的中心线。每一堂课都有鲜活的享受，使我经历了因真理而欢乐。有一天舞蹈时，主对我说，是我用壮年班叫醒你哦。哦，这句话真叫我喜出望外。从此以后，我跟头目天天跪到主前与主祷告，来往交通。现在每周末回家时，我都迫不及待和弟兄一起分享这一周的收获与感动。如何鸟瞰真理及导言被讲，现在的我每早晨都和弟兄一起诚心祷告，一同喜乐地打开家，服侍圣徒。感谢壮年班的训练，叫醒了松懒沉睡的我。毕业后我要淋漓火热，常常服侍主，和我弟兄一同奉献，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召会陈美龙姊妹，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让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以前我的孩子常说我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我听了沾沾自喜，因为不论在召会或职场，我自认谦让宜人，是大家口中的大好人。来到壮年班，在教师强大数天的书奉下，开始对付我这个好人。一周又一周的生命供应，使我良心的感觉变得更敏锐。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交通，我里面的隐情越来越被暴露。到中我蒙主光照，想到曾经在会所预备爱宴时，一位姊妹从旁指导，我虽然面带微笑，但心里非常不以为然。别人眼中光红大亮的我，其实是虚假，既不真又不纯，既不清又不热。于是我向主悔改，主啊拯救我，脱离这些假冒为善。不仅如此，主还暴露我缺少和孩子之间生命的交通。是我顺从主的引导，放下自以为是的观念，为大女儿写论文的事代祷。在小女儿护理实习遭遇瓶颈时，我学习补救，与他一起诚心用主的话喂养他，顾惜他，帮助他不断向主祷告。我不能，神能，感谢主。最后他终于顺利
的渡过难关。现在两个孩子都会说，妈妈参加壮年班真好。以前更喜欢和妈妈有交通。感谢壮年班的成全，我活在生命的光中。之后我愿意坚定持续的祷告，生命长大，看着神牧羊，见到基督的身体。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市教会卢无淑敏姊妹。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是一个要求完美、自我严谨的人。来壮年班参训后，无论担任组长或配搭服饰，我都期许要有完美的果效。在第一学期福音开展里，我们这一辈同心合意，但是得救人数却远远低于目标，对此事我感到耿耿于怀。为此我向主求问祷告，盼望不要再重蹈覆辙。这一学期教师在基督的丰满指示中成长，主耶稣在课程传福音时常常被人毁谤和弃绝，但是主却颂扬父，承认父的旨意，他不求工作的亨通，只实行父的旨意。教师这段话顿时让我蒙亮光照，因为在教会的服事上，我只在乎结果如何，而忽略了父的旨意。在福音和牧养上，我常常感到预期不如效果不如预期而感到气馁。于是我向主悔改，学习用颂赞取代自己的算计，让人胜过自己的话语。这学期我在台东成功开展，我学习仰望神，安息在他里面。当我这样放下自己时，祝福自然临到。今天早上有受浸三个人，接下来结了十个果子，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这确实让我经历到，只有寻求父旨意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祝福。感谢主，福音开展操练成全我成为一个实行父旨意的人。毕业后我愿意继续照着这个亮光实行神的经纶，建造他的居所。弟兄姊妹们平安喜乐，我是新北市教会高雄慧英姊妹。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来参训前，我跟随带领出外传福音，送会到家，喂养新人，带新人各样的情形，使我情绪渐渐受到起伏，甚至影响睡眠。因此传福音牧养成了我的重担，使我疲惫而不喜乐。劳苦喂养的新人没有几个存留下来，使我既挫败又灰心。来到壮年班，在第一学期我们共同追求一本书报，神命定之路的操练与实习。李弟兄在其中说道，神命定之路是生命的路，牧养是要照着神牧养。这句话完全暴露了我，我外面看似进攻用的肢体，但其实我全是凭自己的天然热心而忙碌，里面缺少对主话的享受，因此生命供应不多，却满了要求。于是我向主悔改认罪，主光照我，我这是需要被翻转，我需要被真理构成。
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房德贤弟兄。我是黄女一梅姊妹。我们来自美国德州理查逊市召会，目前在苗栗头份市召会，配搭服侍。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弃旧人，从旧人的行为，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有充足的知识。我得救的时间不长，2005年受浸后，与姊妹一同过教会生活。在我得救之前，做了15年的福音朋友。那时候家打开，组织聚会，外出相调，甚至出外传福音，我样样都来，也都了解教会生活的那一套。所以得救以后，我对这些本来就很熟悉的事物没有什么负担。弟兄比我晚15年受浸，得救以后虽然照常聚会，是自由自在，我行我素。圣经不肯不真理不结束话，因为他心里想这些东西与他何干，我叫他祷告他不祷告，我要他伸言他也不伸言，所以去年来少年班参训实在非他本意，因为去年总是坚持的要受许多约束，真理跟之前很担心够不上，所以就一直裹足不前。但一直看见我心爱的姊妹参训意愿浓厚，这一次为了照顾母亲返台，要逗留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为了博取他的欢心，也回应他常常给我在爱里头的鞭策，并且也给自己一个穿上新人的机会，所以我决定陪他来参训。但是没想到这样的决定反而怒假成真，我原本无心参训，但却在训练中完全见证在真理强大的书供里。我原本只想培训，但却在甜美配当中享受团体神人生活的实际。参训前我一直都很强势，家里的大小事我说了算，苛责多于鼓励，我想念他属灵追求不长进，所以他偶尔也会向我指定到底是他做头还是我是头。但是经过这一年的训练，发现德贤弟兄身上产生了许多变化，像经历化中之水的洗涤，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味道。这聚会勇于伸言分享因真理而得的喜乐，加强操练自己，今生团长展览时担任车长，神采奕奕，妙语如珠。一周开展时，召集人勇于担当，带头向前。在他身上的这些奇妙制作和锻炼，都在祷告中所梦寐以求的，以基督所散发出的属天馨香之气，让人无比幸福喜乐的感受。感谢主，神奇妙的作为也改变了我姊妹。以前啊，她的女子脾气啊，真的很难搞，家里始终要以她为尊，高深莫测，常常让我招架不住。但是参训以后，我发现她有脱胎换骨的转变。不仅脸上常常有喜乐的笑容，侍奉配搭、真理追求、祷告和侍奉上也很有空旧更新的变化，尤其现在对我也比以前要和颜悦色，以天入为顺服的多了。
任给我的新郎，他会亲手做羹汤，喂养不死我。而且在用餐时彼此调同，分享一周训练的蒙恩。关心的学员小小杨祷告，感谢主，我现在不敢再自作主张了，我可以超越，站在蒙头的地位上。
Thank you.
扬福音，牧养神的群羊，建造基督的身体。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教会刘代洲弟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安息之前，我是个孤芳自赏、自以为是的人。我姊妹常用真理的话喂养我，但结果常是唇枪舌剑，不欢而散。在教会里，我也一无是处，不仅凭着天然能力服侍，满了自见和批评论断，呼吸也无法投机，两人三角侍奉的路总是跌得鼻青脸肿。参训后，由于朱建讲的激励，我开始努力读书报，没想到这个追求竟然拯救了我。我常常在读完一本书报后，里面欲罢不能而继续的追求。我常常在写完一篇心得后，里面充满了更多启示和亮光。在读过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和生命的经历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废话，但是我姊妹旁观者清，最近她说了一句非常感动我的话，她说：“我看你非常专注、用功读书报的样子，现在成了我们家最美丽的一幅图画。”原来被我弄得乌烟瘴气的家，借着真理的彼此分享，现在竟然充满属灵空气，散发属天馨香。不仅如此，在侍奉上，我也因真理而蒙拯救，顺服就是蒙福。今天在这里，我要向已过被我得罪、错待的圣徒们，特别是我的姊妹，悔改认罪。感谢主，书报里的生命供应加强了我。我学习积极取代消极，书报里的真理亮光拯救了我，操练以基督做我的位。感谢壮年班的训练，使我生命长进，性格变化。今后我愿意继续操练，竭力追求，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里面。大家好，我是巴拉圭东方市教会的洪兴国弟兄。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实施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2016年秋天，我来参训，借着教师的供应、各种操练和老练学员的帮助，使我生命长大，受益不浅。当时由于家庭的需要，我必须在学期结束后回去。我也认为装备齐全了，不用再来，所以就自信满满的回到巴拉圭。但是实际情形并不如我想象的美好。我试图改变他们的诚心，但没有人跟上我的负担，于是我开始独自诚心。我不满意弟兄们的情形，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供应，于是渐渐没有了交通。过了一年，主怜悯我，呼召我这个没有建造的人回来参训。可是我却发现同桌的学员和寝室室友都是得救不久比我年轻的弟兄。于是我向主说：“主啊，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是要得更多的生命供应，为什么不安排老练的学员给我呢？”感谢主，原来主有美意，还要更深的制作我。在预备三言考试时，主来光照我，
他不只要我做柱子，更要我成为建造柱子的人。主要我回来是要我生命更长大，学习如何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于是我向主悔改，不再骄傲自以为是，并且重新奉献自己，让他在我里面有更多的变化。感谢主，壮年班训练使我在真理上得着装备，更实际经历他的制作。毕业后我要学习与弟兄们一同往前，在神的经纶里顾到身体，保爱身体，为着身体建造身体。
为同伴，为福音，为教会，也为主在全地的行动祷告。一周福音开讲前，我拿到当地圣徒所提供的熟门名单，天天勤勉代祷。其中有一位原先看似不可能得救的福音朋友，就在我一天三次为他祷告的第八天之后，主终于使他受浸，就成为我们这一队的第一个果子。我在祷告簿上喜乐地写下主答应我祷告的日期和情形，并且继续地为他祷告，盼望他成为长存的果子。感谢主，这些宝贵的经历使我更有信心操练祷告。感谢主，我真是宝贝壮年般的成全。毕业后，我愿意继续操练或祷告的生活，基督天上代求的执事配合，叫活而进功用的肢体，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是彰化市的头城旧义姊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因为渴慕生命的长进，所以来参加训练。上学期我的启示长因为身体不好，就请一位学姐带着我，但是第一天的晨曦我们就都迟到，因此我们的内务整洁也表现不佳。如果最受伤的是还有人问我说，你是想得启示整洁的特优吗？这些事情让我很不喜乐，但是在生命的经历里长大，这一门课里逐渐的教师开启了我生命的长大，是在于操练和认识与主联合，并且照着你生活行动。性格的改变需要背起十字架，在心思的灵里得着更新和变化。第二学期同寝室的学妹动作快，也愿意顺服，启示里井然有序，大家彼此分赏。我想主真是爱我，分配一位学妹与我同住。但是没有多久，主训就告诉我要调动一位学员过来。我虽然希望是维持现状，但也只是弟兄们的带领，这是训练，所以我就顺服，用宽宏的心欣然接受。感谢主，新进的学员搬进来以后，主就把我们调和在一起，我们没有定罪，反而在爱里彼此认罪代祷和扶持，我们没有抱怨，反而在灵里彼此分享顺服和鼓励。感谢壮年班的成全，使我生命长大，成为主和屋主用的贵重器皿。毕业后我要继续操练，照着你三国行道，活基督，建造教会。
训练教导我们，凡事都有主的美意，不要叫我们被破碎，能活出神的生命来。因此，应当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上学期，我被安排在施行组配搭，虽然施行服事一直让我心生恐惧，但是我学习顺服，让主更多的剥夺并破碎我。走到街上，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花莲市召会的袁宇伟弟兄。我是袁陈惠碧姊妹。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上，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我是蒙恩得救多年，在召会中有许多服事，知道主向着他的恢复，已经将圣经中的真理完全启示出来。但是我虽然身在约瑟粮仓书香门第之中，却对圣经缺乏渴慕。在每天吃喝享受主的事上不够忠信，所以生命长大迟缓，侍奉上功用有限，在圣经真理的追求上落于空谈，所以尝试虚度光阴，配搭上有心无力。因为弟兄是我的头，在吃喝主话的事上我完全跟随他的带领，一旦他渴慕追求，缺少渴慕，结果就是丈量不正，那进入壮年班，第一学期的训练虽然严格又紧凑，但是我在喜乐中一一度过。在每天课堂的供应和享受里，我逐渐摸索到一点神圣真理的无限保障。在每周教师的教导和开启里，我终于领略到这份职事留给我们的丰富，所以我向主悔改，不再做一个无所谓的基督徒。我立定心志，要刚强开阔，征战如狮，要取得荣耀冠冕为奖赏。于是从寒假开始，我拿起书本，埋首书堆，决定接受书卷奖的挑战。勤读圣经的决心，即使大楼再怎么剧烈的摇晃，也撼动不了我们享受书报的喜乐。书卷奖的追求，给我们
少年班的成全，我们愿意再一次奉献给主，每日同心祷告，宏读主话，竭力追求，以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以基督为人位，通过团体的神人生活，照着神牧羊，产生一个新人，把主迎接回来。现在我们要来到最喜乐和荣耀的时刻，就是颁发毕业证书。本期毕业学员共有100位，弟兄25位，姊妹75位，其中6位是海外的毕业学员，来自全球5处召会，最远的是来自南美巴拉圭。请所有毕业学员起立。毕业学员名单，请看毕业学员名册本章。请萧荣新弟兄、曾王琼珠姊妹代表全体毕业学员领毕业证书。请吴有成弟兄颁发毕业证书。请文天佑弟兄为我们颁奖。
邱福丽娟夫妇、黄德贤、黄李玉梅夫妇、李国恒、李琼素菊夫妇、潘世健、潘李英英夫妇。请潘世健、潘李英英夫妇代表领奖，请黄元晓弟兄为我们颁奖。
三个多，我也是在这听过，但是我要说这里有三个好。第一个好就是赎回观音法，第二个好呢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能够这个竭力追求基督好。阿门。第三个好就是被成全成为柱子好。阿门。其实我在职场中也是在公家机关服务，我曾经向主说，主啊，我渴慕全职训练。主就跟我说啊，那最好你服务公职可以退休了，就提早退休。所以我在民国100年我就提早退休。当我来到这个训练中，我实在觉得这个训练是人生中最好的一个训练。青年班宝贵，壮年班呢是更是甜美。那我就想到这一周主在哥林多后书5:18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这和好的职事赐给了我们。这意思就是保罗他说一切积极的事都是出于神，因此呢我们在这样的训练里是出于神的。那另一方面呢，神要我们做和好的执事，那到了20节就说啊，所以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事，我们要去劝人与神和好。那这个和好是人与神和好的两步，一个是叫人脱离罪，一个是叫人脱离肉体。当然我们在得救的时候脱离了罪，但是我们实在是需要借着训练使我们脱离肉体。我在这个训练中呢，和我们亲爱的谭兄是同一起的。那我们在训练中啊，常常说啊，哇，这个训练真是紧的，好像比我成功领受训还紧，当作一般。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训练更宝贵的是，基督更多的做到了我们的里面。因此，最后我要用3节主的话来劝勉鼓励。也就是腓立比书3章，第一个就是说呢，要学习，凭着那灵侍奉，不信靠肉体。这是1-6节。第二方面呢，是要竭力追求以取得基督。这是12-16节。最后呢，要为着身体，投身身体，为着身体得成熟，迎接主的再来。非常喜乐享受你们的交通，也愿意在各地你们能够成为圣徒的榜样，好像主当你主呼召的时候愿意一同前往。主这带我受训以后，我曾经去过巴黎2个月，去过法国1个月，但这些都还是学习做奴仆，我们要在各地忠信的成为基督的大使。今天早晨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喜乐荣耀的日子。我们壮年班的弟兄姊妹，经过一年教师们还有服侍的牧羊能够顺利的完成了训练，这是一件喜乐荣耀的事情。感谢主，各位能够参加这训练都是不简单，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恩典。我有3个感觉和勉励。第一个，我们要竭力追求基督，以赢得基督。保罗在9:19、腓立比3章、4章都勉励我们要竭力来追求基督。人生就是一个赛程，我们要越跑越好。台湾平均年龄是80岁，我们基督徒可以长一点，90岁。若是分成3个阶段，这个赛程1030年，大部分
已经跑完两圈，进入最后一圈，我们要跑得最好。所以我们要鼓励所有中壮弟兄姊妹们，在最后的赛程，我们要竭力追求，以赢得基督。第二句话乃是一年壮年班，终身壮年班。这句话非常的摸着我，也证明我们这一年的训练是扎扎实实的，把主的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壮年班一年已经建立许多非常好的习惯，但是你要晓得，好的习惯建立不容易，丢掉很简单。所以我们回到各地的教会，要继续保持这个好的属灵习惯。我姊妹两年前你完成这个训练，每天早晨啊，壮年般的起床哈，六点半就响声。你们是五点半的啊？我姊妹是六点半，也不错。每天早上六点半，我睡在她旁边啊，我说到底是在家里还是在壮年班？感谢主，这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鼓励今年毕业的弟兄姊妹们要维持这个美好的习惯，一年壮年班，终身壮年班，要把这个好的属灵习惯继续带到各地的教会，成为活和进攻用的事情。第三，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展如鹰展翅上腾啊，有会议海外的开展。今天我非常喜乐，高雄来的马姊妹跟她的弟兄，他们要到以色列开展，枝条探出墙外，如鹰展翅上腾。再说好多中壮弟兄姊妹们身体都还来得及，联合国把我们的老年人分成两类，一种叫室内型，一种叫室外型。室内型的就是没有办法了，只能在家里休息了。室外型的就是在外面还可以啪啪照。感谢主啊，神祝福我们啊，今天我还能够跑得动，我们就要跑。我前三天才刚从这个斯里兰卡回来，感谢主，我也快70岁了，照样跑。我们还一对弟兄姊妹，医生退休，姊妹护理长退休，现在奉献给主，在斯里兰卡龙斯队，这是他们的奉献。感谢主，愿主祝福我们，祝我们壮年班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有会于海外的开展。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早晨我看到壮年班的亲爱的各位的学员们啊，大概有超过200位，感谢主，这个在人数上啊也是空前的。你们早晨在这边唱这首4首诗歌，让我非常受感动，感谢主。在雅各书这个雅各的第6章4节，那里良人对他的佳偶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那，这个威武
展开新奇的军队。感谢主啊，这以这节圣经来形容今天早晨大家这个荣耀的队伍，一点不为过。感谢主，真是军容壮盛，威武如展开新奇的军队。感谢主。Amen。 那说少年班，以往我在这里服侍了12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啊荣耀，不仅在量上人数加多，那么在职上啊也普遍的拔高，这是我个人在主面前觉得非常得安慰，非常觉得喜乐啊，更觉得荣耀。感谢主。所以这个训练呢、啊、是谁来训练我们？乃是主耶稣在这里训练我们。阿利路亚。那这次国昌节的信息说到教会作为一个新人的树林征战，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训练就是一个树林的征战。我们不是与其他的啊与人征战，我们乃是啊与我们的天然的体，我们的肉体世界来征战。这个训练就叫我们啊更脱离我们的体，脱离肉体，脱离世界，叫我们完全被基督所构成。我非常珍赏现在这个少年班服侍者在这边啊带领大家所实行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书卷，书卷奖的。哎，感谢主。哎呀太好了啊，这是以往啊没有的啊。现在我发现了在这边受训的每一位都对于啊主恢复中圣经中啊这个高峰的真理非常的渴慕。他们在这边的见证好几位也提到他们因着这个追求真理，感谢主啊，他们的胃口啊大开，对真理满有渴慕，甚至被真理所构成。盼望大家结训以后回到各地，仍然要把这个带到这个实行带到各地去，在各地教会啊建立书生之家、书香之家啊，让人人呢、啊、都对真理有渴慕，这是啊非常的重要啊。第二，我觉得各位回到各地以后要积极的投入各地的开展的行动。感谢主。我回到台中的时候啊，那么我就在台中啊啊就办了一个周末开展班。那这个班呢，感谢主，也是昨天刘社弟兄在这里啊，他说他做一个梦能把壮年班的实行带到各地教会去。我们就把刘穗弟兄的这个嘱咐他的梦啊把它实行出来了。周末就出去开展，也有参加过壮年班训练的回到台中，他们就投入台中的这个开展全全班，人们就叫无缝接轨。感谢主，太好了。现在我们台中教会到2020年呢、啊、准备啊要冲上这个4000人，现在已经达到3400人了啊。感谢主，这是指日可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渴望训练他的子民，人人都能成为一个真善的勇士。出去征战，得人得地，实行叩房，建立家具会。感谢主，叫教会啊，这种繁盛。我想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愿主祝福所有毕业的弟兄姊妹。Amen。让你们回到各地的时候，不是休息了，不是松了一口气了，乃是啊加紧努力，还需要把主给我们的托付，把它完成出来，实行出来。愿主祝福大家。现在我们请林鹏弟兄为毕业学员交通劝勉的话。感谢主，简单的三点交通。好，第一，这个一年壮年班，终身壮年班，更内在的说，一年全时间训练，终身全时间训练。重点不仅是壮年班，是全时间训练。第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壮年班的成团训练第25届。的毕业聚会，第一次写新诗歌，第一次写新诗歌，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新事盼望大家记住啊。哪一年发生的？2018年，这个夏季的毕业聚会写了新诗歌。这一首诗歌三个点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受主的牧养，他带领。重点是叫我们进入草场啊。刚才秦涛弟兄说的，一点不差。我们25届第一次，这个在苏建奖的鼓励下，这么多人完成。但愿不是仅仅是在这里的追求，终身追求。接受主的牧养，享受基督做草场。第二点，这首诗歌的第二面就是不光主牧养，我们要有份他的牧养，将自己献上，传扬福音，牧养圣徒。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牧养的目标乃是为了建造家，实行生养教建，建造神的家，来完成神新约的旨意。好，我第三点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这一次你们选的诗歌，你们都背下来了，盼望终身不忘，终身不忘。让我爱，惦记主耶稣，我是真爱你，牧养的建造。其中惦记这件事啊，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要得着我们众圣徒都能够成为惦记，成为惦记啊。我给大家一处圣经，请大家回去可以追求腓立比书2:17，保罗说，即使我成为惦记，交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里有两种的喜乐，这里有两种的祭物，两种的喜乐，一个是使徒们的喜乐，一个是众圣徒的喜乐。两种的祭物，一种是使徒交奠的喜乐，一个是圣徒这个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的那个祭物。两种的祭物，两种的喜乐。我们读圣经知道，立位祭有它有五种基本的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无愧祭和赎愆祭。所有的祭物都是预表基督，借着使徒们的服事，圣徒们啊，就借着信心连于基督的基本的祭，来享受这个基本的祭，是都能够完全与神和好。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是喜乐，一个人生命长进也是喜乐的，一个人呢、啊、
这个进入幔内居主啊，连结成为一是喜乐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更多的连于基督作为基本的祭，我们就是喜乐的。但是人会有这种光景，需要很多的服侍。福音朋友要得救，他喜乐需要有人传福音带他得救。当一个人呢、传福音带人得救的时候，两种喜乐，得救的人喜乐，传福音给他的人也喜乐。当我们牧养圣徒，圣徒们生命长进的时候，他会喜乐，但是牧养圣徒的人呢、他就更喜乐。永远要有留意两种祭物，两种喜乐，两种祭物奠祭和基本的祭，两种喜乐，服侍之人的喜乐，还有呢受服侍人来相信主连于基督而带进的喜乐。那今天借着壮年班的训练，大家都受成全了，不能只有第一类，只有这个受成全的喜乐，要成全人的喜乐。大家阿们吧，终身不忘毕业诗歌，成为奠基。叫做千呼万唤一个赞，
年我们文迪翁在这里说了好几个赞，赞赞赞赞赞，壮年班赞不赞？千呼万唤一个赞。但是在这个赞的背后啊，是抚恤门啊埋下了多少的这个辛苦、代祷、关心啊，燃烧自己。所以呢，所谓的抚恤门是千辛万苦一片爱。爱浇灌在诸位学门身上，然后呢，今天在这里啊，又有前面的教师们嘱咐大家啊，将来是吧，有分于海外的开展，所以千山万水一个去，起码今天我们在这里啊，马潘德兰姊妹全家买好了去以色列的，请注意是单程机票，一去不回啊。年轻的温昌龙弟兄啊，准备九月结束这里的壮年班训练，就到泰国参加两年全时间的训练。将来当然也是千山万水一个去。答应主的呼召。最后在这里，许许多多教师的叮咛嘱咐，千言万语一个灵。千言万语就提醒大家。回到教会生活里面，一定要用灵，操练我们的灵。教会里面这里四句最著名的话，大家都会说啊，大家可以说说看的，逆着气息，上着灵，我们起，我基督。这十二个字不是只有在这里才操练，回到我们本地教会生活，更要继续操练我们的灵。千言万语一个灵。最后呢，就送给大家第五个千万，千叮万嘱啊，一团火。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殷勤不可懒惰，要怎样呢？回到各地啊，配搭服饰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情况啊，面临到各式各样的配搭啊，感谢赞美主。看啊，我们所有的毕业的学员回到各地，积极的继续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在什么情况里面，我们都操练自己，灵里要火热，保守我们灵不软弱，灵不冷淡退后，积极往前的人，竭力追求，为了要赢得基督。念一次啊，千呼万唤一个赞，千辛万苦一个爱，千山万水一个去，千言万语一个灵，千叮万嘱一团火。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们。盼望今天啊，这个台上台下有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啊。若是你里面有心动，就请赶快行动。欢迎大家一同有份于加略圣经。今日团体的耶稣养。谢谢。我们是陈红军弟兄、吴富华弟兄为我们祷告。耶稣，哇，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又再一次的见证，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浇灌底下，主啊，在这里有一个毕业的聚会，哇，我们谢谢你，是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向自己活，向那激我们死而复活的主。生活，又他
幸福，迎接你的回来，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把我们保守在教会中，在圣灵里同做一个工，同打一个仗，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敬拜你，在你的主宰和怜悯之下，这一百位的弟兄姊妹带到这里来，接受你一年的成全，哇，今天在这里给你做了美好的见证，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所制作的，主啊，所构成的满了敬拜，满了感谢，满了赞美，求你继续保守他们。虽然这个训练会过去，但他们一生都在你训练的手中，继续的训练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一生最末了的这一段赛程都在你的手中。带领他们，虽然新年会结束，但是他们在你面前的生活继续操练，直到你的回来。我们感谢你保守他们，到各地召会，真的活在与你召会生活，使我们配搭在一起，建造你的身体，预备心腹，生一个新人，迎接回来，耶稣，保守他们，祝福他们，人都成为召会的祝福，往前的凭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要赞美归给你，自己得胜的名。